喂喂，好的，暂时这个人我没，你说，我说这个人暂时对我没什么影响，就随便他。对，就是没有什么影响，但是只是觉得，这个人真的很怪。有你。一点有兴趣跟他，这个人其实还挺有趣，因为其实我跟他是工作上认识的，之前就是觉得他是，就之前觉得他的样子跟现在觉得他的样子是不一样，所以才觉得，这个人还挺有趣，所以才对他有点兴趣嘛。他估计他也是一样，哦，那一样的，哎，不过不重要，随便吧。OK，还好，对，还好。要分工。那你今天准备要干嘛？我也没有的继事，我续。需要学习的事。今天学习的例子。那昨天结束了之后有没有睡觉？睡觉了，接下来之后睡觉。对，我打算继续学习。今天哦，学可以啊。习。哦，那个歌我听了。哦，好的。但是，不好意思，不是我喜欢的风格。这个歌词是什么意思呢？歌词，哎，你没听懂吗？歌词，那个我觉得是件，歌词，那个不那么对了呀，解，所以那个无视问题的感觉，那个无视问题的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其实就是这样子啊。就是虽然我们觉得哇，时间唰唰唰。很快就过去，但是你放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是一个很渺小的事情，所以不用太过担心这个时间过去的一个事情，的一个这样的感受。好的，好的。其实这个歌词我觉得他写的挺好的，但是那个作曲我不是很喜欢。对吧？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说呢？我喜欢 MV。哦，那个 MV 啊，对，那个 MV 呢？那个 M，哎，你喜欢这一类型的 MV？先不说呢，这个是台湾的感觉，真的。哦，对啊，这就是台湾所的感觉。以，那个文化的差异，我收到了，感动就了，是你感受到感了。受到了，那个对。文化的差异，然后觉得很看着 MV 很感动。对，感动这个，我喜欢，看，我喜欢感受文化差异的 MV。明白。诶，那文化差异的 MV，那你有没有看过古装的 MV？古装的 MV，那先不说那个。台湾的那个 MV 大概是那个随便的感觉，随便哦，就是他们吗？你说的是昨天你给我发的这个对，老破麻的 MV 是吗？随便这个有个性的是有个性，还有个性。那个里面做了的 MV 是しっかりしすぎてる、しっかりしてる感じがする。会吗？我觉得有时候日本人拍的 MV 也很随便。でも。なんだろう、要ファンシーな感じ、テンプレートがある感じします。就是再怎么随便，也是有点就是设计好的主题的感觉。再一遍说，具体，就算是那种看上去很随便的那一种，但是其实也是精心设计，就设计好的内容。你想说的是这个吗？对，是这个意思吗？等一下CG わかるんですけど、，template 是什么？CG了解，よし、啊，わか有んない、模我懂板。了。啊，对，那就是一样的，就是它看上去非常的随便，
但是其实是有固定的流程，对，就这意思。我觉得里边人有实质的感觉，里边人有那个我们一样的固定的想法有啊，那个做 MV 的时候要那个这个 story，要那个主题があって、なんか应该なんかちょっとね、ファンシー不一样だと思います。なんかブーロンいい顔すなんですけど、我喜欢告五人的 MV。告五人啊，告五人，我没听过他们的歌啊。你喜欢告五人吗？我喜欢。で、我看他们的爱恋综合的 MV，他的歌词，他的歌名是爱恋综合。这个 MV 我太感受了。我等一下看一下。哎，对。话说告五人是不是要来日本开演唱会？没有的，と思います。但是他拍了没有那个。MV 在里面。诶，难道我看错了吗？告五人不是来那个日本演唱会吗？他不做的可能是他不做过，那么他拍了 MV 在里面ですね。这不是这个歌ですけど。跟富士卡蒂吗？就是那个什么，晴天，是不是？晴れの日？这个是理由的歌ですよね。啊，对他对们的对理由对。的歌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来了里面。告五人，告五人，我还真的没怎么听过哎。我まあ得一まあまあ、下去。よし、よし、まあ、随便的感觉是。啊，也不是啦，因为我很喜欢听歌的，所以就是。告五人とその没有排队的 MV 我太感动ですね。哪个？还有另外一首吗？这个。草东没有派对，草东啊，对。草东是什么意思台湾的地名。啊？啊，好，等一下一起听。告五人，但是告五人还挺火的哦，只是我没听而已，就在这边也很火，只是我没听，没怎么听而已。哦，那我等一下去听一下。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叫告五人吗？他们为什么什么？为什么知道？他们为什么叫告五人？你知道吗？哦，知道。为什么？他本来是五个人的，那现在三个人，那本来那是三。还有两个人在哪里？我不知退道，退。そこ不那么知道这个部分ですけど、随一的时候五个人，所以他报着这个名字です然后现在只剩下三个。ね。哦，然后都我完全不知道，就好像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很好，就有点搞笑的事情，就是 AKB48 也不止48，也不止48个人，一样。まあでも、ちょっと私、オーシャン詳しくない。オーブ生出身オーシャン。で。我真的不太知道。哦，没事啦，没事。哦，所以。所以你是比较喜欢摇滚，不就是那种乐队的所有歌？都没有排队是摇滚的。哦，对，就是所以我更正了，就是你比较喜欢的是那种团，就是那种乐团乐队的歌吗？因为我感觉你一直跟我说的刚好都是那种什么 group，就是那个 bando group 那种感觉，台湾刚的话好。的也，我只有知道摇滚的，摇滚的社团，乐团，乐团しか知らないです。台湾的话，哦，这个乐团，就刚好都是哦，还有一个你跟我说的是，那我喜欢窦靖童ですね。窦靖童，对对对，除了窦靖童以外，对，跟我说过的都是乐队，对，都是还乐队。有那个学信吉歌ってる人いますよね。学信吉，忘了名字，他们的歌手的名啊，字，水星记是郭郭郭婷かな？郭顶吗？郭顶，郭婷も好きです。郭顶这个，那你有想过来这边看他演唱会吗？没有，ブダさん。窦靖童的话，应该我想去ですけど。他有吗？他最近有开吗？应该中国有じゃない？里边没有的，と思いますけど。
里边他来了一次，里边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啦，ドジンドンですから、还没去过。でも我真的喜欢ドジンドンです。就是他的歌，你首首都能唱吗？我看歌词的话，应该可以唱。哦，那真的是喜欢哦，看对，歌词就能唱的话。嗨。等一下，窦靖童他的歌多吗？少少かな。でも、他现在なんかちゃん、ジョンウェンだけ変動なんですよ。以前是他、一直ちゃん、英雄だ。で。有广东话的吗？我不知道、广东话他増えたと思いますけど、一点有广东话的グッズですけど、大概的时候、ジョンウェン、なんだ、普通话。哦，这样子，でも、就各我各种自的。觉得他的歌が好きでした。英语的歌我喜欢。最喜欢哪首？没人。来打一下，等一下我一起去听。好的，我等一下一起去听。对。这首歌，Mayrain。OK。喜欢他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这首歌是有什么特别吗？ただシングシスト。性格是什么？スート？司徒？スートじゃなかったっけ？サート？洒脱？サートだ、サート。洒脱？对对对，他跟他妈妈很像嘛。他妈妈也是で这も、样。我不喜欢这样，なんか、他有他的性格です。对，他，因为他妈妈也是一个超级无敌有性格的人，所以估计就是在这，就妈妈是这个性格，然后从小到大就他也被教育成这么有性格、很有个性的一个人，一个小朋友。对，我觉得是啊，他妈妈也是超级无敌有性格的人，王菲嘛。那不知道，我喜欢他，王菲也是这个。王菲也很有性格，对啊，王菲也很那个啥，一样的，所以她把她妈妈好的地方学到了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好的，那我等一下去把这几首歌听一下，到下次告诉你。谢好的，谢，拜拜。那就拜拜。